娱乐圈里各种可爱萌娃实在太多，孩子们大多都延续了父母的高颜值。暖萌的 Jasper 和能说会道的嗯哼杜雨琦都是代表。然而喜剧明星的萌娃会否延续父母的喜感呢？因为缝纫机乐队等作品而人气激增的乔杉最近公布妻子怀上二胎，而抢眼的是他的长女几乎传着和爸爸如出一辙的长相。意外的是乔杉颇有喜感的面容换到女儿身上则显得相当可爱。乔杉父女的日常也是蜜之可爱。不仅乔杉的基因很强大，同为喜剧 F4 之一的岳云鹏和女儿也是如同复制粘贴，连睡姿都是同款姿势。岳云鹏和女儿的生活照也是相似度非常高，不过小姑娘长得要秀气了许多，而小沈阳和沈春阳的女儿也更加证明了喜剧人的强大基因。小姑娘小时候因为和爸爸太像还有过不少质疑，不过女大十八变，小沈阳女儿现在长开了之后就秀气了许多，又非常相似的也有比较不一样的。大鹏的女儿就长得非常秀气，瓜子脸配上清秀的五官，绝对不是煎饼侠的气质了。而最让人意外的是宋小宝的女儿，毕竟是大家熟悉的咖啡，多少人都以为宋小宝的女儿会是咖啡豆，但是宋小宝早前录制节目时就曝光过女儿的照片，大眼睛很水灵，而且超白嫩，还有点像曾经的童星金明，比老爸的颜值高了许多。许多时候大家看喜剧就会惯性认为他们的宝宝也会自带喜感，但看完这些喜剧人的孩子们才发现我们都错了，孩子们真的都超可爱的呀。